们继续阿格里巴切面相的画法的一个示范。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我们给大家示范了体型、结构以及黑白灰光影的部分。那么我们在这一次课里面呢，给大家讲解深入刻画以及质感的表现的部分。那么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在整体的处理画面的这个黑白和灰的基础上，我们看白是脸的正面受光的区域，灰呢是脸的侧面背光的部分，以及黑背景这样的一种基础上，我们呢根据这个切面的这个边缘的处理进行一个深入的刻画。那么边缘呢更多的是集中在黑白对比比较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人的视觉观察阶段呢，黑白的对比啊，人是最容易这个发现的。所以的话，我们看到黑白对比最强的区域，可能就是这个石膏和它的背景边缘。然后其次呢，就是这个鼻梁、鼻翼的这样的一个边缘，以及脸的正面、侧面、口缝、下颌。所以的话呢，我们根据这个黑白对比强弱的这种节奏关系进行这个边缘的一个处理。那么我们的这个边缘呢，你会发现黑白对比很强，但是呢又不需要它太突出。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什么呀，在处理这个黑白对比强的边缘的同时，从它的这个边缘的清晰度上，我们可能会有所调整。不是所有的边缘都处理得非常清晰啊，这样的话呢会产生一个从边缘轮廓的实与虚这样一种对比关系。那我现在用的笔呢是6B的铅笔哈，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小的变化啊，因为原来的那一层次是特浓，那我再用一层6B的，使它的这个画面更细腻一些。越到这个脸的瘦光的部分，越需要小心的去表现哈，因为这个瘦光的地方呢，其实亮暗对比是最强的。
那这些边缘的处理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啊比较严谨一些啊。那么在这个外轮廓的边缘啊进行一个处理之后啊，我们还是可以这个调整一下它的内轮廓和外轮廓的关系，因为边缘的话呢，不要这个从起点到止点，起点到止点它的这个外轮廓的这个颜色都一样，内轮廓的这个颜色也都一样。我们需要让它呢有一个点比较实，那么这个实呢就清晰一些，阴阳对比呢也强一些，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一种韵律感，有一个点是实的。这边有一个点是实的，然后就是这边有一个点是实的，那么这个点实的这个颜色呢，往往呢它都出现在这个形体的转折。增加了这样几个比较实的点的一种强化关系啊，你会发现这个画面的话呢就产生了韵律感了。光感的话呢也会啊随之加强。那么我们随着这种对比加强的这个同时呢，要把内轮廓中的五官也要进行一个强化啊，要进行一个表达。那么内轮廓里面的这个黑白灰的调子呢，不要画太重，以这个三 B 啊这样的笔型号为主。那么修整内轮廓的这个结构的同时呢，也不是要再增加多少这个颜色的明度的层次，更多的是以调形为主。那么调形呢，主要是收一下这个形的交界线、转折线。那么就像我画外轮廓一样，不是所有的线从始至终的颜色都一样啊，我们要就是给它一些变化。那么这种变化的话呢，往往就是转折比较强烈的这个点线。注意这个颜色还要处理的相对透明一些，所谓透明呢就整个颜色区域的区间的内部
是有一定的反光感的，那么外部呢是通过这个转折呀、形体的这种轮廓呀进行一个区域的界定。整个造型呢，在它的这个交界线往背光的区域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虚的处理，所以我呢在这边的话，造型呢我也找的相对少一些，更多呢是通过一种颜色的区分，让它呢产生一定的空间感。那么在这个处理边缘的同时呢，交界线加强了，那么它的内部的一些色调也会随之呢进行一个加重。那么画的时候呢，也经常要眯起眼睛来啊，去照顾一下画面的大的关系，既要有这个局部刻画的这种态度和意识，同时呢又要照顾整体，给这个画面呢在细节越来越精准的情况下，越来越精彩的情况下，不失掉对于整体的把握。